爱你一辈子守护团推动爱你一辈子家庭，我们曾经推动了让爱上餐桌，亲子共厨传家菜，我们期待能够把父母把孩子都能够带回家里面，然后一起在餐桌吃饭。事实上我们觉得那困难蛮大的，因为其实大人们是为了生活工作是非常的焦虑，孩子们为了学业成绩不断的往前追逐。这次我们刚好接触了这个全球宁静运动，发觉哇，宁静真的很重要，所以我们决定要全力来推广这个宁静家庭，所以我们就结合了这个心宁静的五步骤，发展出来我们宁静五四三。那从三个面向，我们来推动宁静家庭，透过心宁静五步骤：深呼吸、合掌、放松、宁静下来，心回到原点。那透过呢，我们与心静的四句话，我们拉近人与人的之间的关系。我们常常说谢谢你，我爱你，对不起，请原谅我。好，那我觉得透过这四句话，这样可以建立很好的关系，亲子关系一定是没有问题。第三个面向就是身田静，然后我们有很重要的三件事，就是静、简、美，让生活里面是有美学，然后生活可以简单，然后一切大家一起共同来做家事，把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我们家庭幸福美满就在这整个氛围里面。所以宁静家庭五四三就是这三个面向。是在一次那个爱你一辈子志工的培训里面接触到这样的一个讯息跟一个活动。那在第一次接触的时候，因为我自己本身有一个非常敏感的孩子，然后呢他的情绪表达都非常的强烈，所以我在看到那个影片的时候，我立刻想到说，哎，这个拿回家一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工具。所以我回去之后，我就立刻上网，然后去查到在灵鹫山有一个这个情绪管理的教师营，然后我就把时间都排出来，然后让自己上山去。在那个课程里面，我有很多的感动，因为有很多孩子的问题，然后包括我自己的孩子，因为不断的有很多情绪上面的问题，然后我其实花了很多力气在处理。那我在那个当下，我自己有发现，哎，它真的好简单到我觉得不可思议的状态，就是怎么会这样？然后我就真的有静下来的感觉，在那个课堂上面，是因为这样，我觉得，那我一定要试试看。所以我就在回来之后，我就开始打电话给我小孩的老师，然后打电话给志工团的团长，然后给故事组的组长，然后告诉他我们如果要办一个这样子的带孩子这样的活动的可行性，就开始在研拟。然后我第一个带的活动就是在我孩子的共学团体五个小朋友这边，我跟老师要了一个下午的时间，然后带他们做了一分钟禅，然后我教他们那个宁静手环，那他们很喜欢，以至于衍生到后来他们连拍他们自己在拍广告，他们的最后一句台词都会说宁静是宇宙最大的力量，然后我们就觉得很有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潜移默化，然后小孩子就是可以立刻记住的东西，我觉得这是很值得推广的。